集時間1:28，依家睇咗，咦？咩 plan 咧 ？planer 1、2、3、5，喂老母啊！走入嚟做乜撚嘢？戇鳩啊！走入嚟托春啊！走入嚟，不過我差車Sam 今之前就偷咗他車，我唔要飛機啦。飛機又難控制，又知嗰個敵人嘅真實目標係啲，喂老母啊 ！F 咩 friend 咩 band 啊？聽日就係觀塘沿線通開通日，好多人就走去觀。今日就係黃埔站嘅開放日，上個禮拜六就係黃雲田站開放啊嘛。而家係黃埔啊嘛。其實大家知唔知道我個高級指揮官嗰個抬頭天使得咩意思啊？嗱，你睇到兩個字叫 N1 啊嘛，知唔知咩叫 N1 啊？好簡單啫 ，N1 意思係 Number 1，即係話我係 Number 1，冇人可以及得我高，除非人開外掛。嗰個叫英 YNG Parkour， 我識佢嘅，佢就拍，因為冇嘢做就拍咩 Parkour， 又係咩空花開地喎。之後咧，撳咗掣，我發覺佢開咗台，開咗6月25日，開咗台起碼3個月啦，開咗3個月都冇啊，即刻有70多個。我係靠自己努力先捱到今日105個訂閱，你又不停咁捱啲 friend 幫手話訂閱你啊，你又冇辦法做 YouTuber 嘅，死心吧啦，係，真係屌你老母啊！喺度害人開帳害人，嗱其他嗰啲開帳開啲 MyCap 嗰啲啊，就咩龍珠嗰啲。嗰啲唔理啦，嗰啲你係博彩用嘅，博彩人哋攞到好多訂閱者就諗住想高過我，其嗰啲就係咪睇到我 YouTube channel 之後就將自己開到個 channel 話俾大家支持到啊？有啲就發覺訂閱我唔理佢哋，嗰啲只係啱啱開頭啫嘛。有啲人就索性開咗台之後就好多嘢都唔～錄片啊？點解啊？咁就開推唔乜嘢啊？放棄咗個文保，咁你鏟咗個賬户啦。我上個禮拜講過點解，我終於明白點解我會踢，我俾人踢出嚟，因為呢個係班長有指示班長，所以先踢我走嘅啫，但係冇。我推過做管理，咁我想問啊，管理員做乜推薦曬其他人做管理員？都點解啊？反正都冇乜人想入，冇乜人入嚟群，咁你推管理員做乜嘢咧？我想問，我想問班裏邊啲人係咪傻撚咗係咪？我唔講粗口，我傻 X 咗係嘛？咁你推管理員做乜嘢咧？嗱，你話推管理員就邀其他人嚟，但係我哋班得29個，咁你挑其他人，即係有50個咯，個班裏邊，咁你推啲人做乜嘢咧？你唔推我冇問題，咁你點解要推其他人呢？同個颱風就走咗去影相咯，跟住見到個電視機畫出嚟6線就5分鐘，761P 就8分鐘嘅，哇！你以為等5分，你以為等13分鐘先等到761P 啊？到底兄弟點樣啊？唔係已經三號強風信號啦咩？喺27啊，感覺到大風啊！聽到啲聲，不過開唔到門啦。不過啲風扯到開唔到門，啲風真係勁到不得了。我陣間夜晚先會開多次嘅 BL4。有些人就要話無謂人入咗嚟 A 班群咯，有些人就話咩好啊？呢個邊撚個要話曬啲無謂人入嚟啊？你話邀老師就冇問題啫，你邀埋其他人入嚟，咁想問你係咪契弟咧？你係咪侮辱曬 A 班裏邊啲人咧？唔係，如果我萬一出到邊個擺咗張相入去，我即刻投訴 A 班裏邊啲人。我識 cap 圖，唔好以為我留先得㗎。
因為我咩都托手針，咩都唔識。其實我係識投訴人舉報都得。BF1 有單人戰役噶嘛？嗰次今日今年今個月出咗啦，推出咗俾好多人玩。我就差我條邊個嘅。兩年邊六卷咧？仲有一鋪 FIFA 未玩嘅，尋日凌晨玩咗一鋪。我覺得阿界山冇乜嘢行，阿界山。好小的山啫嘛，一個鐘就行完，45分鐘行完啦，我記得。